行过全世界，专业旅游上用心，一百年旅行社带你世界拍拍照，享受自然奇境，欣赏建筑艺术，看见精彩世界，探索历史年轮。一百年旅行社，中价位高品质，刚好你真亲切的服务。今天是丰富的一天，早上我们雪地摩托车，下午我们走金环之旅，我们看最漂亮的国会断崖，还有黄金瀑布。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黄金瀑布，也是还会去看那个间歇泉。这个黄金瀑布在整个冰岛的断层带里面，还有在北欧算是非常有名的瀑布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黄金瀑布的壮观，也可以看到冰岛的大断层。好漂亮，好壮观，人非常的多，但是我只拍风景，所以来到这里真的可以看到火山地形、湖泊、草原。啊，这屏东三大美女啦，屏东排名咱台湾最水的啦，可惜没有彩虹。今天没有彩虹，可能等一下会看到哦。有了，彩虹出来了，真的很神奇，很妙。每一次我们都在讲说彩虹，彩虹马上就跑出来了，太奇妙了。哎呀，这个人很不守规矩耶，这个有够无规矩的啊！你看跳落来，还要你摔了，无规矩。大家欣赏一下这么美丽的黄金瀑布。咱这对台湾千里迢迢来到耶稣的国度，大家祈求耶稣对咱有保佑、保护来。来，我们请耶稣来，好不好？耶稣，耶稣，感谢耶稣真家好，感谢耶稣真家好，阿哥，阿哥，阿哥，你说呗。大家非常的开心，因为看到这么漂亮的风景，连耶稣都搬出来了哈。他说：“耶稣好，来信耶稣真家好。”因为我们来到了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国度，所以真的哈、啊，你看这么多人在看间歇泉哈，也都是温泉啊，为地热由下往上喷。跟我们去纽西兰那个洛多鲁瓦看的都一样，但是洛多鲁瓦那个也是算很高，这是世界、哦、两个出名的这个间歇泉，就是说它过一段时间、哦、在这里、哦、他们跟我们说的是说八分钟就会喷一道、哦、所以我们就在这边等等着、哦、在等这个间歇泉。你看这么多人在等，我也在等。哇！太高了！太远了吧！我们看完了间歇泉，我们要
下一个地方非常漂亮的地方，叫辛格维利尔国家公园。这个地方在2004年被列入为世界文化遗产，是一个自然保护区。我们会去一个好漂亮的地方，在西元930年的时候，冰岛最早就有人移民来到这个地方。最深的地方114米深，这个湖里边有150种水生植物，然后呢，海这个湖底有多达50种的软体动物，最主要的是北极红点龟在里面。这个国家公园里面的国会湖，它的源头也是我们早晨去的朗格冰川，冰岛的第二大冰川为源头的，唱歌之类的。除此以外呢，有一些头脑比较灵活的小商小贩们，把自己家的手工艺品，还有打猎的猎品猎物拿到这里来。宗教改革统一宗教的时候，公元1000年，从多神教和天主教统一为基督教的时候修建的，为了纪念这个。这就是国家公园最精华的观景点，也是最高点。我们在这个地方停留一下，然后拍完照以后呢，我们可以沿着左边的那一条峡谷一直走下去。格利亚国家公园在2004年进入世界文化遗产。美洲板块，右手边是欧亚板块。现在这个大裂缝就是两大板块交界的地方，每一年还在以2到4个厘米不断地在分开。这条裂缝从我们这边一直向前，还有从我们背后一直向那个南边的方向。来，转个身往这边看。来，我们大家转过来，你们看，这边就是一直延伸过去。跟美洲的板块就在这里，我一只脚在欧亚，一只脚在美国。看得我搞不一样。对，没错。这个我们看到的哈，国会湖。啊，大概都嘛第一次。辛格利亚国家公园最重要就是看。最重要就是说，这个在西元930年，冰岛上早移民，就是伫这个所在召开迄个国家会议，嘛是伫这个世界上上早议会。所以在1930年的冰岛人曾经哈，伫家来纪念一个哈会议第一摆哈，聚集大概到现在差不多是1000年。在1944年6月17日，有40000多的冰岛人哈，伫这个所在宣布摆脱丹麦统治，成立冰岛国家公园，就是看伫家。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一个欧洲板块跟美洲板块。嘿，你们好，哥俩好啊，一对宝。必须的夹过哈。啊，什么人站在欧洲的牙手？欧洲。啊，站美洲的牙手？美洲。哦，美洲的牙双手。这边欧洲的，哈，美国的，恁这不同国的啦，哈，欧美。欢迎你们来到此一游哈，这个实在是很厉害哈，可以把这边分成两个板块哈，哎，非常的漂亮。